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会员 Plus 版等更多精彩内容。密室大逃脱第四季会员节目火热上线，你的好友淘淘将带你打卡包含海量未播片段的密逃解读区，了解玩家逃脱过程中的心路历程，解题唠嗑两不误的欢乐密逃小彩蛋，尚未揭晓的解密细节，更有暖心治愈的密逃主题站，收获每个故事背后的现实意义。就在密室大逃脱第四季会员节目等你开启密逃解读区。小花小花耶耶，那么前台啊，朋友们朋友们，收到放心，行政走廊已开启分贝检测模式，知道声音就会触发警报。哎，各位你们看，收件人秘书小丁，小丁是刚刚那个男的。我知道了，小丁是个奸细，小丁是个卧底。你刚刚一直找那个钉子，你就是小丁，你要拿着小丁，你就是那个人。等一下，哎，这个纸条，那，哦，钥匙，哇，这个库，我们拿哪个开啊？每把钥匙都要试，好，各位，我建议把这些没用的牌我们全部取了吧。你怎么知道哪个有用，哪个没用呢？他钥匙在这儿啊，牌在这儿啊。哦，他故意为了让你。他不会让你取掉的。哎呦，我还取不掉啊！取不掉，人家封死了。想太多了，要不然游戏怎么玩？不是，他的规则就是说，希望我们不要出声，出声就是有人过来骂我们，就把我们逮到，而让你继续回自省室。然后我们还要在盘里上来。喂，你好，我是谁？你说，听不见吗？你这开了吗？你要按住可通话吗？大哥，说，喂，我现在开了之后还听不见，对不对？我听懂，听得到。又要维修了啊！哎，有四个电闸，咱们要分别去工作了。我去 D 吧，你去 D， 对，你去 D 吧。我去 D 去 D 吧，那我 C， 走吧。我看看怎么走。不能超过65伏。等一下，咱们从这儿开始哈。我要往下走啊，还能拿回来行不行？啊，你们小点声。这是我吗？这是那地儿，不是那个地儿。A 在这儿，就是这儿。C 在这儿。D 在这儿。当时我一开始选地的时候，我还没看懂那个地图，就是我就想的是我名字里面有个地字，然后我对地这个数字就比较情有独钟，所以当时我就先开口选了一个地，结果才反应过来地是最远的那一个，是要摸黑走的最远的一个。就我反正就是在一个比较黑暗的环境下和一个就是未知的环境下，我自己的那个紧张感是特别特别大的。对我自己来说是特别有挑战难度，就是太黑的一个环境，就黑的伸手不见五指那个环境，我是自己会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些害怕和紧张和焦虑在的。对，我在那个环节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直在冒汗，一直在流汗，但那个汗其实不是温度那个感，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生理反应。对。好了，去哪儿啊？别乱动。哎，大老师，你在哪儿？你们不着急啊，现在他们跟我遛弯呢。快点，好好给我反省反省。反省。我问一下毕昌姐，毕昌姐往地垫箱走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啊。弟弟，这儿什么都没有，这边。
他这个门可能会撞面。来，走这边，走这边，快快快快快快！轻点，轻点，就贴着墙。哎，换个位置，我出去了。就是小白哥也做挺多的，摸黑的那一关的时候，我还挺感谢他，算是他护送着我，保护着我到了那个地的那个区域。你咋回来了？我又回来了，因为那个想你了。啊？现在我被关进刚才那个禁闭室了。他不会就给我抓起来了。他们弄完了吗？没有啊，我没看到小贾。小贾已经隐身了，因为他肯定藏在箱子里了。他自个儿拿了个箱子，这么着。你开开了吗，小贾？没有，我也没开开。各位，我开开了。你开开了 ？C 开开了。我开开了，我也开开了。许刚，哎，来帮一下我吧，我都抓狂了。没事儿，没事儿。你刚刚是按顺序一个一个来的吗？不是，我刚刚乱来。哎，打开了，打开了！看，我这边举钢板，我打开了。我把钥匙。这是什么？最后我解不开那个钥匙的时候，也是他来帮我解开的，所以那一趴的时候，算是他陪伴了我，完成了自己心里面特害怕、特焦虑的一个挑战吧。那一刻他陪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有安全感，好感恩他那个时候就是陪保护我去完成这个任务啊。哦，这儿。把照片中六个我最爱的数字放在了披萨盒的格子里，数字的笔画正好能通过所有有文字的格子，且每一个数字通过的文字格子数正好与该数字相等。哦，来吧，就是它对吧？所以五个数字嘛。其实它是按照顺序来的，已知有九了。所有有字的格子都得用上。对。有可能是六。对，我这个好重。有啥秘密吗？直接拿出来，别让大家等。各位，你绝对是卧底，我敢，我现在100%确定，你就是卧底。七，那就只能是这个。七是肯定能这样啊。哦，各位，它这上面有那个菜名是一样的。一样的肯定就是不能够重复的，不是不能够按照，不是，因为菜名一样，它笔画就是一样的呀。你等潘长江待会儿啊，不是他，走来，不是你，咱们俩出去喝口水，好吧，喝口水，走。哎呀，他们不相信我，就算了，没事，没人相信，我也不相信，我真的是平民。
你找那两个东西找得太玄乎了。啊，各位，看看题面在哪儿呢？哎，各位，披萨下面有东西。不是我。我喜欢翻柜子，你们看我翻箱子翻柜子，我就喜欢翻。不离谱，这柜子全翻过，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个柜子我也打开，两个全都打开过。比如说，这不是一二三，然后它能这样，不也可以吗？一二三。这个可以是二吗？那不行啊，这有四个，有四个。哦，哎，那就四啊。嗯，这啥呀？甘，苦尽甘来。你看他故意拿个擦不掉的。咚。来，你去待会儿，我求你了。你赶紧的。哎，我刚才看见那边有锅，你这炖了行吗？就这人怎么回事？剁了，让人剁了。哎呀，以后，哎，算了。二是不是可以？哎，三是不是这样？哦呦，哦呦，这俩是个二吗？看这二怎么写啊？愣写是可以写的，是这么写，这样不就写了吗？二。哦，对，二三四六七九，这就是二，知道吗？OK， 二三四六七九，行，对了，就是这儿。牛，厉害，我就是他了。咱们唠一下吧，卧底。不是真的，我不是卧底。为什么他会派你来当卧底呢？我真的不是卧底。如果我是卧底，我都没有办法阻挠你们。是吗？你要阻挠我们什么？你的任务是什么呀？我说我不是卧底啊。哎，你们看这个相框后面有个白字。这一字一看就是你写的。回放一下。为什么会有一颗白字？因为你写了。为什么会有个白字？因为 Justin 写了白了个白。那就算了。那这照片后边为什么有个刚字？你刚写错了，我是绞丝方的刚。哦，那我重新来一遍啊。我觉得我玩游戏就是个大冤头。你今天要么是卧底，要么是大冤种。我就是大冤种啊！我说了，我是大冤种，我就是大冤种。好，知道了。密室大冤种。为什么觉得我是卧底？我觉得没有任何原因，但就觉得哎，好像你有一点嫌疑。哎，你怎么知道这个手机在哪？哎，你怎么知道披萨下面还有一个这个格子能够猜数字，是不是什么的？反正就这样的。来吧，多少来着？二三四六七九。开了，呜呼，开了，耶，开了。走吧，你来吧。对，这是郭伟的活，郭伟的活，这种活接你。歪了一点。郭伟都要踩高了呀，哇，这多高啊！哎，好像有点还不行哦。我试试这边。我们帮你扶着，郭伟，你小心啊！你真的小心，在一个机器的角度上，识别不了。这个个子是只有郭伟才可以。都不行。再试试看。费劲。你的真实身份是一名私家侦探，今天的任务是找到公司的机密，利用微型摄像机拍照取证，照片将自动发给侦探社。尝试过一次，说能不能拍一拍，因为其实大家那会儿的关注点都是在二维码上的。但是我看大家都在那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但是吧，必须得吐槽一下我的组织，给我的设备确实好像不是那么先进。
就是操作的那个过程还是过于有些繁琐，所以那一次错过了，其实反而我觉得还挺可惜的。来，最后一次机会啊，慢一点哦。来，我用我的屁托把你托住。哎，扫人了。哎，可以可以可以。是什么？是个网。网站啊。是个网。做了一个网站。打不开，可能等一会儿吧。再等一会儿。没有网是不是？去高举，举的举高点。有无线网。高举。赵老师，我们只能给他造一个 WiFi 了。嗯。WiFi。这是什么感？这是什么？这是 HiFi。LoFi。LoFi。这是 WiFi。羊入虎口，马上开门。啊，是暗号吗？羊的照片啦。哇、哦，谁打？我所有人在马上。好、哎哎。幽默，幽默了，幽默了。谐音梗扣分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哦，哎呦，我还能传送带，哇，太棒了！哦、我们是托运的行李，是不是？酷，那电梯扶梯，就是那个走那个扶梯的时候，我那块特别神，我特别酷。然后因为我以前做过一个梦，就是梦里头好多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脑子，类似就是说这是我的焦虑，然后这是我的担心，这是我的开心，然后各种各样的脑子一个场景里头。今天我一进去跟感觉进入我梦里一样，觉得特别酷，我觉得挺好玩的。好，好了，开了。哇。哦，这样投球打仓鼠。没有恐怖箱。哎，我不知道这个什么。它就是那个什么恐怖箱。四个恐怖箱要四个人一起伸手。来吧。真的假的？假手，我这是个假发，我这是个假发，鸡毛毯子，我这是个老鼠，我这是个老鼠，还有一个手。啊，我怕这个鸟，我说实话。没有了，没有了，我这边是三个，我这里面咋还有这些？小迪，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你还好吗？0721是他的生日。谁的生日是0721？你是七月份的什么？我是后天的。哎，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对自己说。哎，已经感觉到你唱这个歌就已经有点闷了，有点憨了。我们要掏出什么东西来啊？芯片吗？木盒。哦，木盒。哎，木盒就在里边。要从那个异口出来、哦、对对对，要从这里出来，没那么简单、哎、来来传我，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的老的灯。我看一下，我看一下那木盒在这儿对吧？怪了，已经怪了。不是，它就是有点像一个小的那种迷宫的感觉。这集是不是你的场工啊？有可能，我喜欢这种东西。现在看自己。踹了。我一进来就开始翻箱倒柜，各种找，就是想要尽快的找东西，破解答案。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向大家证明，我就是正义的一方。Cool。公司有一款正在内测阶段的逃生游戏，只要顺利通关，就可以打开逃生门离开公司。游戏规则在下方的抽屉里。大型逃生游戏。每人一张。哇。好爽啊！
按下启动键启动逃生门游戏内测模式。逃生门位于安全疏散区，安全疏散区在45分钟后开放进入。那就三个区一层，三个区的二层。可以。三二一，好了，开始。游戏内测已开启，45分钟后将开放安全疏散区入口。啊，哦，那边也能开。不用拉手，靠相信哥。监测到有外人启动的逃生门游戏，所有保安马上行动，抓捕可疑人员，关入禁闭室。这么刺激的吗？别动！快走！快进来，快进来！走！快快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走！我走吧。我走，我走。走，我走。不会被抓走了。不会被抓走了。对。在哪儿？不知道，他被关在禁闭室里了。走吧，走吧。我不动，我没动，我没动。被关到禁闭室里，是不是我们又不是不知道密码？被关了又怎么样？对，反正我们被关了，反正我们知道密码，走出来不就行了？他怎么是这个禁闭室啊？对，黑的。我以为是那个禁闭室，我就想算了，我会被抓就被抓了。来吧，那我们俩待会儿吧。有一种回到了第一季的感觉。第一季我就被关在那种黑的地方。老老实待着吧。关门。也该是我们团魂回归的时刻。那我们就出去把门撞开吧。走走走走，对吧？也可以找回以前，别那么老听任他们摆布。把这门踹开。他是往里的。这样吧，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来人的话，我牵着他们，你就跑，不用管我。OK。哦，定了。那边应该不可以走吧？这不就加号吗？啊？这个是加号的，不是不是，他肯定是小的就不好带。走啊，我赶紧走啊！我来了。就是这就是这就是。好大一个书。他每种运算符号要。走吧，那我们走那边试试。我们往这边走。前面，可以了，可以了，快快快！你在看什么？啊？你在看什么？你拿出来看一下。除。哇，你刚才拿什么？没什么。哇，有。真的没什么，真的没什么。你刚符号嘞？你不是放着吗？啊？除，哎，对，我除呢。哎，对，我除呢。真没什么，我除。被小白逮个正着的时候，其实当时我已经做好了，就是说打死不认，或者说立马逃跑的这种举动了。因为我觉得当时最重要的，我是先要去跟组织取得联系嘛，我要去打那个电话。
来接我。请问你是小王侦探吗？嗯。我们收到消息， MT 游戏公司有一名新员工正在阻碍你的行动。在总裁办公室的电脑桌面上有一个隐藏的程序，可以查验你怀疑的人是不是这名员工。在桌面 logo 的数字4上点击4下，程序就可以显示出来。感觉那会儿我就挺嗨的了，就那个使命感就上升了，就是在那一刻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在拍一种那种特工大片的那种感觉，走在走道上，然后躲着黑衣人什么的，还要躲着就是小伙伴们什么的。再给我讲一下是怎么操作。请问你是小王侦探吗？在总裁办公室的电脑桌面上有一个隐藏的程序，怎么操作这个隐藏程序？就快赶紧在桌面 logo 的数字4上点击4下，程序就可以显示出来。哪的第4下？我再打一个，他说你自求多福吧，注意安全。按刚才的计划，听到没有？一有人你就先跑。哎，这个布感觉从这下去吗？感觉不是从这下去。你不用下来，走，下楼。怎么了？怎么了？我找到了很多数字。我们躲这儿，躲这儿，在这儿把我们盖住。各位，快进来，快进来！这肯定找不到我们。没事了，走，再去其他地方找找。快进来！外边有一个人，进不来，走吧。呀，找着了 ，Justin。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是完全够了。他这个游戏玩法是加减乘除，全部都要。那还得找，来吧来吧，去找吧。还是得下去，我认为。我们还是用盒子隐藏输入。出发了。行，你去吧。今天表现最好的地方就是研究出了那个纸盒走路，然后我觉得我制造的那个东西很不错，很能隐藏好自己，然后我觉得黑衣人看到的一定看不见。我觉得这是我今天比较厉害的一个发明。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没事。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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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走！大快！老实点。我和他在关密室的时候，我说
既然你们来解题，我就帮你们别被抓走，到时候有问题有情况的时候我就来救你。漂白，你知道吗？有他在挺好的，他可以帮我挡。我觉得今天我能够还算成功，然后是多亏有他。我觉得那个白曲坑哥非常的有意思，他就是那种，就我仿佛看到了几年前的国伟，但他总能把我们带跑偏，我就觉得他很厉害。这里面有数字，什么数字？念出来。我不知道对不对，他是宜家的。大哥，你是不是有？这不就加号吗？啊？这个是加号的。不是不是。他又要说话了。我不说话，我先看一下吧。你说完不说话这几个字之后，你再说话啊。我觉得比唱姐也隐藏得很好，演得很棒，然后藏得很深，然后弟弟呢又很正义，大老师就在旁边不停地和国伟还有我们一起聊天。其实今天一天，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没有做到太多的，就是说替大家去分担，更多的其实是小贾。然后大老师比比姐他们就是在这些解题上还有在这个闯关过程中其实分担了很多。我内心之中想给小贾啊，因为那个小贾是我今天最信任的一个人，我必须要信任他。就是当你录一个这种游戏节目，你发现你开始必须要信任一个人的时候，就说明这个人已经在这个节目里跟你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人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今天的心目中 MVP 是小贾。MVP 我觉得要投给解密的人最多的，那我投给浩浩，我投给浩浩，他解密最多，确实是的。浩浩年轻有为，脑力好啊。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零七二幺五七二六，好了，哇，这有两个，这有两个，三一二五四，耶，赛可以。真的厉害呀、啊！给你点个赞。蜜桃小彩蛋。69.8公斤。嗯。你是9公斤啊？对，这么轻吗？我1.47米。是谁的眼神锁定我？是谁的眼神锁定我？你放手。出去。他说我身高45.5厘米。他说我1.47米。我只有45厘米。他说可能你是脑子高度。我们一共是要过多少来着？1000，很简单，很容易过1000。Warning， 六个人很容易。那就是我们尽量吧。有人来了，快！有人来了，快！在哪儿集合啊？就在这里。好，等我。没事，拿瓶水去喝。白领呗。
大哥，你能说关我多久吗？哎呦，这么黑，这真是小黑屋啊！我是等十分钟，它门就会自动开吗？哎，不对，不能够吧？内部擅长破密码了。哎，有没有个人来救救我？哎，我啥时候开啊？倒计时十五分钟。倒计时十五分钟，我咋还不出去啊？还不打算放我出去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蜜桃主题站。他的故事设定在脑部嘛，你的脑部一方面是生活，一方面是工作。我们很多人确实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平衡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但如果你让自己完全处于一个模式化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状态里面隔离开，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工作就是工作，然后生活就是生活，然后分很开，但是真的能分得很开吗？对，其实也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人在工作的时候，然后也有情感，是可以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所以我觉得将这些东西然后全都切割掉了，只是成为一个工作的机器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很人性的事情。工作的记忆到生活就没有了，生活的记忆到工作就没有了，那个是一个违背常理的事情啊。一个人只要有判断跟希望的时候，就说明他有感情。我觉得就是感情用事的去做一件希望他没有感情的事情，这件事情本身就特别拧巴，大家都觉得好像我能控制你，都在感情用事的想我如何让别人没有感情。我觉得这根本是不应该推崇的一件事儿。工作没有不是这么机械化的事情，而是带着自己情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嘛。虽然在工作上也会碰到各种喜怒哀乐，有开心的有不开心的都会有，但是当它成为了一项很机械化的工作的话，大家也会发生很多的问题。对，工作和情感我觉得是要有挂钩的。虽然大家我们平时都在说啊，我们要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啊，我们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呀，但是这一切就建立在是有情感的情况。我演出，我做歌，我演音乐剧，我还录节目，和大家一起玩。我们既有是朋友的，对吧？生活中也会联系，也有一起做音乐的。你让我完全隔离开，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话，就会让所有的东西变成模式化的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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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可能你想要的都没有，或者你想要的最终只能有一样，其他的都会消失很多。一个人如果能够有效跟特别棒的工作，是因为他热爱这个工作。如果他很痛恨一个工作，他只是一个机器，那你就去找一个机器嘛，对不对？他就是因为有感情，所以他才会有创造力。而且这个世界上所有特别了不起的工作跟成就，全是因为错误。因为如果你没有错误，就没有另外一种成功。因为所有东西都注定会成功的话，就不会成功。要有感情的工作，也要有非常理性的放过自己的休息，就是这样。工作很重要，但是投入自己的感情和热爱一样很重要。热爱自己的生活和热爱自己的工作都是一个就是特别幸福的事情。